声，饮酒的人嘛心情。世间的繁华，亲像梦一段，也是无脚踏。暗淡酒店内，理想谁人知？痛苦吞腹内。怡君，怡君跟爸爸呢，这一点让我非常的很不可思议，因为我觉得你们像朋友的父女，这已经很少见了。真哈尼见着讲，父女跟他朋友同款，更何况讲对唱不容易，更何况还有一点更不容易，就是对看，而不会笑场哦。爸爸，我是跟你请教，你跟恁嫂子目睭对目睭咧唱情歌，你有什么感想？上一辈子的情人吧。啊天哪，我的天哪，哎，这个答案太标准了，真的加分呢。好加分哦。哦，爸爸讲的太好了，上辈子的情人。所以你在唱这首《伤心酒店》时，你在看嫂子的眼神，嫂子在看你的眼神，都那么自然，而且两个人都不会觉得尴尬跟笑场，这一点是我最佩服的。然后我也佩服这个怡君，你有一点配合了爸爸，就是爸爸的转音比较不那么顿，你就配合了爸爸在最后的转音，哦，今夜伴阮是孤单，孤单完全拢无顿音，你就是配合着爸爸，这样子的默契是对的。因为合唱本来就是要牺牲一些技巧，才能够产生了密合度。还有一些默契，这个是对的，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两位两队展现的都非常非常的好，加油！好，谢谢老师。我们请子红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今天两组让我更肯定那个遗传的力量，就是会唱歌的人的父母通常也都是会唱歌的。那怡君这个阿草兄啊，阿草兄也是一开口哦，这个厉害。那你们两个的表现，就是你们这两组刚好是。我觉得就是两个世代啊，就是一个就是非常传统的唱《伤心酒店》，然后唱得非常好，很有那个卡拉 OK 的感觉。那另外一组就是很年轻的世代，就非常青春洋溢。就是今天这一集让我们真的，我自己蛮感动的，就是这样的表现。谢谢，谢谢老师。好，